家好，我是蔡宝宝，今天跟大家落到嚟大剧院站。浩南今天 book 了一间泰式按摩，我们现在出了站先，位置在 E 出口上回路面。刚刚在 E 出口上回路面，沿着这条小路行。转左手边。沿着小路前面这一座 building， 丽晶商业广场。行到来丽晶商业广场，在旁边这里有座丽晶大厦北座，先过了马路。现在行入 lift 大堂先。31楼。入了 lift 按31字。一出 lift 转左手边，见到呢间泰妍泰式 SPA。佢呢度装修好泰式，侧边有两个按脚嘅位置。同大家睇睇呢间泰妍泰式按摩嘅收费。職員話呢，而家所有顧客都係以會員價收費，同埋係免簽小費嘅。見到佢有款泰式古法按摩60分鐘199元。另外有啲泰式淋巴排毒加精油 SPA， 90分鐘338元。呢個價錢都幾抵。呢度做按摩呢，要先換咗對鞋，然后上楼上的。那我们家上楼上做按摩先。看到他的装修都很泰式，配合着的音乐很轻松啊。上到嚟見到喺呢度有間雙人房，好咁見到喺入邊仲有啲房間，咁呢間房咧仲可以俾客人喺度梳洗同埋沖涼嘅。咁呢度可以提供一次性嘅褲同埋浴巾，唔需要另外加錢。同埋呢度有個簡單嘅沖涼位置。另外呢邊都有間雙人嘅按摩房間。如果有需要咧，佢呢度都有啲一次性嘅內褲。同埋佢張牀上面都鋪咗一次性嘅布嘅。浩南今日揀咗呢個泰式按摩60分鐘，199元。另外我今天揀了这个泰式草本泥膏 SPA， 90分鐘388元的。
以了，来，杨副车你操作。可以。好，可以哈，好。洗手，给你按下头。好，可以。啱啱做完按摩啦，出翻嚟先。咁呢间铺头咧，有啲户外位，可以俾啲食烟嘅朋友仔喺呢度食下烟，晒下太阳。不过夜晚应该几靓，可惜而家好晒。入翻去先。好，啱啱喺泰然泰式做完按摩，今日咧呢个技师嘅手法咧做得好好，咁按嗰啲位咧，尤其是淋巴位啦，都啱啱按嘅时候有啲酸酸软软，有啲痛啦。咁佢按完之后咧，松翻之后咧就已经唔痛，再加埋佢嗰个泥膏咧好特别啊，我哋觉得个身咧都有啲热。咁如果中意做泰式按摩嘅朋友咧，得闲可以过嚟呢边试下，价钱都唔贵。咁今条片同大家影到呢度先，中意嘅朋友记得俾翻个 like 我，同埋订阅翻我频道啊！下条片再见，拜拜。